来看看一路上遇到的小可爱们。腼吃什么腆型呀？小可爱，你在吃什么？你在吃什么呀？哦，给你吃个糖好吧？别哭了，我给你吃个糖。高冷型小可爱。寒冷。这鱼是不是啊？你把它抓出来吧。不要啊。要不要？好吃的东西啊。不要。不能接受陌生人的吃的。顺牛型小可爱。你也很帅啊。那只能上上后啊，不好上你那就那哥哥这么那么你在那儿啊，就那里过得就到那一个那里那里那舅舅鼓励鼓不舍提吧啊，那安姑娘你那里故事嘛是啊靠。